大家好，这里是尼泊尔大乌冬的万粉抽奖视频。作为一个小小的园艺 UP， 啥也不多说，先来收个粉吧。抽奖的具体规则等收完粉再说。首先我们先来仔细的看一下草莓的花，外面一圈抱着这个花粉的呢就是雄蕊，然后中间细细的小小的就是雌蕊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雄蕊的花粉受到雌蕊的柱头上，就是这样，一个手捏住它，然后呢这个周围的这一边都是雄蕊，它现在爆花花粉了，你把它粘到笔上面。现在我的笔上面是有花粉的，然后再把这个花粉刷到它的雌蕊的柱头上，它整个这个中间全都是雌蕊，所以一定要均匀。然后授粉成功之后大概1到2天这个花瓣就掉了，这朵花我之前已经授过了，所以现在花瓣全掉了，走吧。成功授完粉之后，雌蕊的柱头会慢慢变黑。看一下这一朵草莓花，它现在雌蕊的柱头就已经黑了，因为它比那一朵早了几天授粉。然后就是蓬果，它先是小小的蓬果，这个时候都还是整体是绿色的。等到第一部蓬果蓬完之后呢，它就会蓬出白色的果肉。这一颗感觉第一阶段蓬果差不多结束了，就即将会有白色的果肉要蓬出来了。看这个，这里就是白色的果肉，它蓬出来，然后之前雌蕊的柱头嘛就会变成一个个草莓籽，陷在里面，就草莓整个膨大之后就这样，然后它会慢慢的转色，就变成红色。这就是普通的红草莓，它是张基。这样看这个草莓我授的一般，它有点偏正方形，但是这是我自己授的果子，我知道它不是激素草莓，它并没有打激素。这个地方不知道我授粉的时候在干什么。昨天我有两个授的很好的草莓，但是我昨天把它吃掉了。关于抽奖规则，既然大家都说随机，我就在想怎样才算是公平的随机呢？终于我想到了真正的随机，谁都无法操控的随机。是这样，首先呢当然要关注我啦，然后点赞评论并且转发这条视频，每个人只能评论一次哦，按照评论时间顺序决定评论的楼层数，根据 A 股的6个大盘指数，上证指数、深圳成指、创业板指、沪深300、上证50、中证500，根据评论的楼层数决定选取几位数，假如楼层数是两位数，那就直接小数点后的两位，比如今天就分别是95、07、01、54、88、87。如果评论层数过百，就选取包含小数点的最后三位为中奖楼层，如果第一位太大不存在，就往前推一位，比如今天的上证指数3419.95，那就是995楼，如果没有这么多楼就往前推一位，就是195楼，假如没有195层楼，那我10000粉是在骗我吗？再比如今天的深圳成指13520.07，那就是007，也就是7楼。哦对了，奖品是每人送一瓶新款玛雅95矿物有机激活喷雾，日期就定在2021年4月1日愚人节，以15点收盘时候的指数为准。假如评论层数爆表过千了，我就再加送一个绿鹅的蛾子，不过估计得等半年，因为它们都还没发芽，万一不发芽了就换成鳟鱼秋海棠吧。至于抽谁怎么抽，达到1000楼再说吧。最后希望大 A 振作起来，这半个月我亏的钱比我的粉丝数还多啊。